你如果下午没排成的话，你就马上做了。哎，朋友啊，我们走一次算一次哦，出来算一次哦，时间不等我们呢。当记者了，哎，还要做记录，哎。走到尽头哈，穿过一个竹林哈，它本来一个步道是左端的哈，你就直接穿过那个土路的步道哈。